书店成员 Dream K 日前在演唱会时不幸从3公尺高的环场车上踩空重摔，当时正在演唱嗨歌 Hands Up， 为了与粉丝拉近距离，成员们都站上了环场推车，只是人家 Dream K 都还没站稳，工作人员没注意就开始推车，结果就这样从3公尺高速坠落，演唱会因此中断， Dream K 紧急送医，其他成员也上台向歌迷们致歉。 2PM 所属的 JYP 娱乐表示，检查结果是右手手肘及右手无名指骨折，伤势还有待观察，目前正在休息中。